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如果呢也想要呢亲临现场的话，都欢迎大家呢在直播上的朋友都可以赶快来到我们新北灯会了。今年的龙啊，真的龙年呢真的是寓意非常的好，不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吉龙五春，而且还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呢长龙的来做后来龙盼短吉，所以呢寓意的这么长的长龙呢，也希望呢我们新北市呢地灵人杰也能够呢继续的长红下去。哇，我们这一次的新北灯会呢也举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2月16号到3月3号举行17天的活动呢都能够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看灯会看表演吃美食。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的掌声，热烈的掌声，再度的欢迎我们新北市的大家长侯友宜市长，欢迎我们的市长。哇，看到大家热情的掌声，真的是看到市长就有如看到一道太阳。那我们今天呢也先谢谢我们市长先行路行。哇，今天真的是大家都来到了新北灯会，观众朋友呢可以帮我稍微的往后一点点，那不要挡到我们红地毯的道路。接下来呢要邀请到我们舞蹈团呢带来的精彩表演。哇，这么棒的一个仙色宫呢舞蹈团要带来的表演，也要有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掌声加尖叫声好不好，一起呢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新北灯会要带来的精彩演出，也有请我们的市长先行路行。哇，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将时间以及呢完美的演出呢交给我们仙色宫带来精彩表演，那也有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呢帮我们稍微往后一点点，请不要站在我们的红地毯上面，让我们的演出呢能够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整好吗？是的，那也担心呢大家可能会被我们的表演所打扰到，所以也请大家呢移动你的脚步，帮我们离开红地毯的部分。
直播上面的朋友，也都欢迎大家能够亲临现场喽。挥舞着我们的那个龙球，希望今年呢能够呢让我们新北市呢真的越来越好。好，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是今天的表演真的非常的精彩，也有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再次的掌声，谢谢我们仙色宫古艺团以及舞蹈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是一条非常长的长龙，希望呢它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幸运幸福，还可以让大家赚大钱。哇，再次的谢谢我们仙色宫古艺团以及舞蹈团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你们。